大家好，我是 Eva， 又嚟到沙集嘅新货推介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嚟睇下今个星期又有啲咩新货啦。我哋首先嚟讲下 Sharpen 嘅1:8 Viper 990 Evolve 平盘油车先。佢继承咗成功嘅990，新990 Evolve 仲配备咗新嘅泵把。更輕之餘更加堅固，可以提供更多的車殼支撐，同時還因為它更貼合車殼，還改善遙控車的空氣動力學。升級部分包括新油箱、新避震器座、新前臂連碳纖維下子缸和新的頂層甲板，性能得到大大的提升之餘還更加可靠。喜歡玩油車的車友就記得不要錯過 Sharpen 的這一架990 Evolve 油車啦。然後我們就來講下這一架 Team Associated 的 1:28 SC200 General Tire RTR 兩驅短卡車，由知名美國車胎製造商 General Tire 聯同 Team Associated 推出的 SC200 GT，不需要組裝就可以即刻享受玩遙控車的樂趣，而且價格非常之親民，容易入手，可以買來跟小朋友一起玩就適合了。最後是 Culture 的 Mini Set AWD 系列，今次就有 Linson Skyline 2000 GTR KPGC10 Racing 1972的15號和6號紅色車殼塗裝，同樣採用 MA020 底盤，只要插入電池就玩得，不需要組裝。同系列還有更加多不同型號的車款，記得快啲上嚟我哋個網站度望下啦。咁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先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